天罡刀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兵器，观音大弟子慧岸则是李靖的儿子，所以观音菩萨就派他向父王借刀收复红霞儿。和我们比试下风啦！快点将风雨雷电都收回，雨下现在还是个大晴天，再和他们比试下高台坐禅。你这个道士害我师父，我宣布来戏弄一下你。